对呀，晚上还有中文课，正在努力学习中文，希望以后可以和你们学中文，这样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学汉语了。输了比赛还笑得这么开心，真是乐观的小天使。对呀，我一直是你们的小天使。而且今天遇到了这么有意思的对手，很惊喜。被套路，是的，GGDX 的套路今天让我很意外。问我会不会摔键盘？当然不会。Chessman 是我很尊敬的哥哥，他的队伍很厉害，但是。下一次我就不会上当了哦。Hell，下一次可没有那么容易赢了哦。Flag，什么叫 flag touch？为什么被打脸？我们阿福西也很强，一场比赛而已，我们会很快赢回来的。不过。GGDX 小姐姐，中战小姐姐666，内部操作输得我五体投地，很期待下一次能够在赛场上相见。